张子光两姐八日携全新专辑《回忆里疯狂》与大家见面。同样号称情歌王子的张信哲也前来助阵，阿哲带来与专辑主题相关的复古怀表作为礼物，而光良也以自己烘焙的蛋糕作为回赠。从学生时期就把阿哲视为偶像的光良，献唱阿哲经典歌曲时却紧张忘词，场面不免尴尬。手足手手足，来喽来喽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走过一刻静静的水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除了张信哲、黎明、任贤齐、梁静茹等众多好友也是纷纷通过 VSI 送上祝福。任贤齐更爆料，当年两人曾一起裸泳惨遭鱼儿攻击重要部位的疯狂事迹。光良除了否认被攻击外，反馈任贤齐应该是重要部位像蚯蚓才会被鱼攻击。当问到当年裸泳两人是否比较过重要部位，光良只好尴尬回答，看不太到。是比较，我觉得男生多多少少都很在意这一块，可是我们没有特别的去讨论这个话题，也没有特别看到什么。对对对，就是大家感受大自然啦。可是我觉得小七讲的有点不太对。怎么样？他说有小鱼会咬。嗯哼，我都没有被咬哎。你没有感觉？我觉得鱼是看到蚯蚓才会咬吧。哎呀。新专辑与大家见面后，光良将于8月9日举行《回忆里的疯狂》演唱会，与大家一起分享新作，并将献上张信哲早期的经典歌曲。回忆里的疯狂。